起跑了。好，陈春斌第一个弯手下起跑杆位，张宗维还是在第二的位置上，徐友杰往前进了一个位置，来到第三。目前领先的小贾A张宗维，原本想要在这个夹角弯这边超越陈振斌啊，可是刚好去压到那个轮沙子啊，结果整个后轮打滑。现在这个陈振斌啊，去除掉张宗维这个紧迫盯人的压力之后呢，现在看到后方的是徐永杰，然后是萧明燕，两个人分别在二三位，潘志豪现在在第四。重新回到场上，不过位置掉到第二集团这里了。不过速度不错，一路见车超车，试图再把落后的位置追回来。现在看到前面这里第二位徐永杰，后方的是萧明燕。等待的时候，那个安全帽的那个水珠啊，汗珠真的是超级恐怖，用滴的哦。刚好这个赛季暂停，也让他休息一下，补充一下体力哦。不然连续要跑两组，实在是不很大。现在第二集团由徐永杰暂时在第二位上领先，在他后方的是萧明燕，咬得很紧。依然由邓宇、周秀万、陈振斌领先当中。徐永杰，徐宜安的徐永杰刚刚超过萧明燕，现在上到第二。张宗维这个不会单圈是有在头牌的实力啊，现在再度回到第六位上了，不过他距离前面的集团还有一些距离啊，还要继续加把劲，看能不能接近前面。不过只剩最后两圈，现在看到萧明燕再度想要外包徐永杰，好，看起来是没办法，后面的潘志豪以及张文富两个人持续缠斗当中。陈振斌还是领先独走，现在拉开后面这个集团的距离已经有蛮大一段了哦，应该是稳稳的就可以进入到最后一圈了。所有选手想要超车往前推进，就是看这个最后的几个时机啦。焦点还是在第二集团这里，
徐永杰目前第二位守得住吗？现在看到张文富也持续对前面的潘志豪施展压力，找机会，找机会，张文富有机会哦，抢进内侧，不过还是没有办法超车。那张陈振斌等于九十万，十八岁的陈振斌率先冲线啊，接任是齐里岸的徐永杰，与第二位完赛。刚刚在前一组拿下冠军的潘志豪，这一组有错，再度拿到不错的成绩，第四名。张文富在第五位回来。